再就是过敏药，过敏药二号，还有过敏药三号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过敏。Hello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ax， 今天我要来拍摄的单元是 What's in my bag， 这是我平常的包包，来看一下我平常都带什么。这是湿纸巾，不管是你在流汗的时候，或者是运动完要吃饭的什么的，就可以拿来擦手，干净。再来是刮胡刀，因为我非常非常会长胡子，就是一个下午或是一个中午就可以长出胡子，所以是非常需要，很重要。再来是 Aeron 的联名水壶，因为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备用衣服，因为我觉得平常下雨或是太热，也可以马上拿来换，因为我不喜欢身体黏黏的。还有帽子，可以遮雨或是遮阳，对。再来是一些带一些备用药品出来，没有，这是眼药水 ，OK 泵，然后这是 B 群止泻药，哎，我自己我有肠燥症，这是维他命感冒胶囊，再来是过敏药，过敏药二号。还有过敏药三号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过敏，皮肤会过敏，然后支气管会过敏，所以我通常都会备很多过敏药。我觉得药我一定会带着。怎么样？什么药？这样算一组吗？这样算一组吗？所以是一组药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再来是帽子，有时候真的很难整理，或者懒得整理的时候，戴个帽子就很方便。然后第三个，我觉得是水。我觉得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，应该就是这三样吧。以上就是我包包的开箱，如果想看更多我的专访，请关注 L Taiwan 2023最具风格的时尚路跑 L Run with Style， 将首度举办北高两场，4月22在高雄梦时代大道，4月29在台北大家和平公园，大家快去报名，一起在城市赛道上自由奔跑吧。